我家的这些孩子真的是太幸福了。你看，有四种水果，晚上他们吃晚餐的时候，就是拌在他们的晚餐，就是罐罐，还有一些鲜食里面，就是蔬果里面，这有哈密瓜，然后芒果、香瓜、凤梨。那你知道他们多爱吃吗？连碗都舔得好干净哦。我就是把它冰在那个制冰盒里面，就像一颗。然后晚餐就是丢一颗下去。那当然，你那个，你晚上的罐罐那些要先热一下，先放微波炉稍微热一下，再拌下去，温温的，不要给他们吃冰的。那这个还有，小米粥上面的那个浮上来的那一层是最营养的，然后还有搭配薏仁，哦，这个就是所谓的米汤，浓米汤，不过是用小米的。人家说那个产妇啊，或者是久病大病之后，要喝一些浓米汤，很营养。然后就看见外面浪浪，他可能有口炎之类的，我就会放一颗在那个喂食的罐罐里面，因为薏仁有消炎的作用。看我们家的孩子好幸福，每天都有水果，这样可以替换着吃。